爸爸，今天是星期六，然后现在是差不多11点多，我跟老婆带小两个出来，要吃早午餐。这后面的小店面呢，这是我差不多3年前，这店面附近住过，然后那时候，跟那个老板，又认识，然后当好朋友。他的生意越来越好，现在常常这样子人，派对啊，然后里面的桌子都满。那我们进去看一下吧。所以你最近想要拍什么？小朗哥，我们一到店面，睡着了。这是小朗哥的早午餐，这我们在韩国买带来的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韩国的应援，明星应援。给我们看一下。超多的，有宇宙少女啊 ，Astro， 这你们应该熟悉。还有什么？阿姆。哦，卡拉米，伊德纳桑。伊德纳桑，아알겠어요알지마알지마拜拜。阿姨说宝贝很想爸爸。Hello。哦，我都来了。超漂亮，你看，哇，超多，超漂亮的。好，谢谢老板。谢谢，我们吃饭吧。老婆好吃吗？嗯，我喜欢沙拉。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大餐才还比170，你的175，你是170，然后我是175。嗯，然后它会搭配一个饮料。哎，那今天的饮料是伯爵鲜奶茶。哦，你饿了是吗？哦，你饿了。OK， 好的咪。啊。嗯。这边的招牌就是它的果汁很好喝。嗯，还有各式各样的果汁，人家颜色的果汁都超漂亮的，所以都是很天然的果汁哦。然后前面还有很多那个小东西可以逛。啊，我们的饮料，对，哇，谢谢谢谢。你的是什么？我的是凤梨果汁，然后你的是牛奶的，他的是香蕉牛奶。是这个吗？不是那个，另外一个。来，先来。我的帕尼尼是花生煮肉，我很喜欢那个花生的味道，很好吃。这好像韩国没有吧？花生在韩国。很小哎，我来台湾才吃到花生的口味，很好吃哎。皮带，这是提什么饮料？皮带吗？喝什么饮料？老板，我吃饱了，我们要走了。哎，谢谢，有空再来玩哦。啊，拜拜。